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，发一把昨天晚上和我朋友一起玩的啊。我一般晚上会和朋友一起开黑，那么在录的时候，我的话是开着麦克风的，和朋友是有交流的。但是这个录音软件的话是不支持两个麦克风，所以说的话我是后期配的解说，但是朋友的声音是在游戏里面啊。他们和我的话都是第一次玩这个模式啊，都是第一次玩啊，所以说他们带的这个东西没带好，但是没关系，看我力挽狂澜，对不对？差我六扔十烟五雾弹个，了啊！我扔烟雾子弹弹啊！十五升。然后准备铝热剂，好扔出去！我靠，你这个铝热剂扔到你屁哦，股上躲面了了，一差发点把要我出烧圈死呢。哎！这波有点尴尬。好，侧面有人，好打掉了。就这个模式的话，子弹无限，哇而塞！且连杀技能哦，好的特别快，他因为这个它分分数数很很高。高哎。小车跟出去了，小车啊！你们稳一点，稳一点啊！哦，他跟我好，接利用触小了，车打掉一个。那么陈老师，我重力尖刺好了，这波，直接重力尖刺，不要犹豫，二楼二爽，楼，就那么简我单啊！操！好，直接外面提前枪，对面第二个是妈倒，楼上哎一呦，把趴轻下伤拜打服个了，屁呀、啊！躲在掩体后面的没他办楼法。下那把好，轻又打掉一个，上不去。这波前方高能，来，直接尖刺三个，爽！但是对面侧面啊，侧面还阴了一个。枪没了，机枪没了。这波铝热剂我扔出去了。还有，哎，咋没了？开局的话，咱们妈呀，还有人头两数把还机领枪。先了两个，还可以啊。早知道我们带机枪了。直接提前枪，好铝，哎呦我的天！我这个重力尖刺的话，我又是好了。对面二楼有人啊。榴弹炮我打掉。这波出身位互换了，我再放个 UAV 啊，UAV 给你们。铝热剂扔出去，铝热剂是烧到了，直接提前枪啊！杀了一个，我去一下，哎，好，这波直接重力尖刺，不要犹豫啊，很爽这个重力尖刺。这波 UAV 放掉，哎，对面他没发现我的，哎，我的天，他躲在角落里，本来应该是想阴人的吧，这个人。我操！我刚杀了然后跳下去啊，杀了跳下去去找肉啊，去找人啊！这波提前枪没有人啊，我也感觉这个是然后重力尖刺我又好了，架枪就行。好，直接重力尖刺，爽！好，这波的话对面有个机枪啊，对面机枪好多啊！站我旁边干什么？我不被瞄准的。对面二楼，二楼又有人了，二楼。这打毛线啊！一直在放技能，过都过不去。这边的话，我把这个机枪给打掉啊！机枪我把它打掉，打掉的话应该可以拿250分吧？这个机枪打掉，250啊，二百五，给我250，对我是250，啊，哎，我屁股又被偷了这波。妈，机枪差点给我打死了，这机枪伤害太高了吧？好，这波的话我要放尖刺了。来，直接来搞！哎，被前面挡住了，有点尴尬。这个被前面这个柱子给挡住了，一个人头都没收到，靠！偷屁股去，小贝，来来来，去打他偷屁股。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去底下去。他们家里有人。船底，船底。家里，哎呦，又被偷了。现在咱们人头数落后了八个，咱们落后八个了，人头数已经落后很多了。屁股怎么办？这一波拜佛，哎呦，他我以为他会回头看，没有回头看，他应该躲在梯子上面直接带走。这个人想跳窗户，他没跳出去，有点搞笑。放个小车子啊！这波我尖刺又好了，哎呦，对面有人，对面二楼有人，打掉打掉打掉了是吧？应该打掉了，刚才已经啊。打的有点晚，再打早点好了，我就不会死。好，这波尖刺啊，主要看一下这波尖刺，来直接尖刺，哎呦，白给了。我已经打掉了。哎呀，你又打快了，对吧？然后这波偷一下，偷一下。哎呦，还是觉得配合有点，哎呀，有点实际运气有点不太好啊。
先放个小撤，飞机飞起来给我。咱们人头数依旧是落后五个，这波利用这个小撤直接带走一个，尖刺我又好了。这边还有一架钢琴啊，听，然后直接尖刺，啊，很爽。这波哎，对面拜服，哎，进了两个，哎，又拜服，哎呀，这个没办法。我们还是落后五个，他总分到65的话就赢了，咱们还是落后的，还是有一点差距。这波提前枪没扫到，太高了，用不出来。好，直接利用这个墙啊，穿一下再出来带走他。哎，又有一个，我放 UAV 了，这波又有个机枪，把这个机枪打掉，打掉这个机枪又能拿到个250是吧？机枪打掉。250，来直接尖刺，爽！咱们人头数追回来了，好，领先了，开始逆转了。小飞机给我飞！对面侧面有人打掉了。你前面救人啊！看一下这个走廊没人啊。尖刺陈老师又好了，对面这个人有隐刃，哎，直接白给，直接尖刺，我把他隐刃给带走。舒服啊，还有两个，我们反超了。对面刚才是有个连杀技能隐刃啊，我估计刚刚用出来就被我这个尖刺给带走，有点悲剧。我的分，漂亮，小飞机还差一点点啊。哎呦，基本对面有连杀，哎呦，对面有机枪，有加特林那个机枪了，你们小心点啊。我有飞机了，这波先扔一个这个旅热剂，好，还差最后一个 ，nice， 漂亮啊！妈的，前期我们就没怎么杀过人，我们前期一直是大比分落后啊。看一下全场的 MVP 是谁啊？看一下谁是力挽狂澜的那个男人啊？第一名9900分，就是这么牛逼啊！这我还能第三？我操，牛逼！23个人头啊，那么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！和小伙伴也是玩得非常开心啊。